南的麻豆要来喷瓜子，要喷在货车上面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喷的货车，非常的干净，它的里程数目前只有1000多，老板说喷完之后就会开出去了，超级干净的。这是其中一面，正面以及正面都要喷，天气很好，很适合晒瓜子。我的喷漆还有灯灯两个脚架，老板人很好，泡了阿里山红茶给我喝。Thank you.